大佐，ごめんなさい。天皇陛下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中井君、お前は確かに責任を果たした。後のことを私たちに任せてもいいから。いいえ、大佐。坂尾口の人々はみんな魔物であろう。贪婪し、ずるいし、すべて信用があります。魔物を征服するのは魔王しか。大佐、外で二人の品人が会いたいと言いました。どんな人？一人は品政府軍の司令、もう一人は坂口の心境。彼らは食料地帯を持ってお見舞いに来たと言いました。品豚、あいつらの血って出産を止めらんだ。その手を締めろ。聞いたか。品の一度一度聞きましょう。这位是第三战区最高长官山崎大佐，这位是政府军上官师长，这位是沙湖口镇长老刀把子。我们听说总局少佐为了剿匪受了爽，特地赶来探望探望。这是中国最好也最有名的雍南白药，对治伤很有奇效。外面还有几十袋白面，两头煮，都是本地百姓的一点心意。昨日のこと、お前たちの提供したと聞いている。是。お前たちの世代、中井翔さんは国のために、若田が殉国したか。这个我们不知道。那帮土匪。鬼子，お前たちここに来ていたから死ぬ覚悟はできているんだろう。前天晚上，你们那个当官的说了一句话：中国地盘太大，光靠你们自个儿。是根本管不过来的。要想治理中国，靠的还得是中国人。杀了我们，你们还能找到比我们更合适的人来治理沙湖口吗？お前に確かにずるいな。昨日保安隊の評価も悪いし、隊長さん盲信だし、これから人を集めて隊長さんになってくれ。是。お前今から治安会長及び評議会長を務めてくれ。そして我々は急遽任せてくれ。这什么呀？这昨天脑袋上顶着青天白日呢，一晚上就变成狗皮膏药了。弟兄们，咱们不能这么当了汉奸呐！什么玩意儿？放松，放松了。司令，咱们国军的军装穿的挺好的，凭啥换呢？
不过是换身皮嘛，又不是给你换尿。这激动什么？当兵就跟扛窗户一样，谁给工钱就跟谁干活。长官让你们打谁就打谁，多余的心用不着你们去操。我一家人都是让鬼子害死的，我绝不能当这二鬼子。 不干，你可以走嘛。还有谁想走的，要走也可以跟他一起走嘛。 赶紧来人！我自己还走。不，就让他倒在那个地方，让进去和出来的人都看一看。不服长官，不听命令的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大佐，信长将本当に信じますか？ 海軍の言うより、もっとずるいな。私の弱いところを言っている。南部の戦地も厳しい。実に懲罰かもした。だから、王政の軌道を残すのは不可能だ。まさか、帝国孤児の地、無罪ですか？ そのまま、品を増殖、がむ知らない。長い軍の意見、覚えているか。本当に彼を起用するのつもりですか。大佐、あの求人、切ってたら、どんなことをする、誰もし分かりません。私は考えている。 是，我孙大铁。哎呀妈，将你吓死我了！哎，你干嘛去？肚子胀，出去方便方便。我说你快点回来啊！别送了，跟得够远的了。 就这么走了，连个招呼也不打。打了招呼就怕走不了了。非得回去吗？老刀把子真就那么好？是没啥好，可我欠人家的恩，人得懂得报恩。你已经还的够多的了，还没还够。你就这么回去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那是我的事儿，你放心，你们藏身的地方，我不会透露半个字。
哎，老，我告诉你，什么时候都不能欺负虎妞，她受一点委屈，我一准回来找你。你自己小心吧。谁呀？谁呀？来了来了，谁呀？ 铁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鬼子什么时候进的镇子？就昨天。倒也没说牵连吧。鬼子都是刀爷引过来的。快，快走吧。慢点，大铁哥，慢点。大铁哥，往那边走。 谁呀？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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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。 你还来干什么？大爷，打铁欠刀爷一条命，指定得回来。亏你还记得，我养条狗，喂这么些年，它也知道向我摇尾巴。 养你这个白眼狼有什么用？事到临头，居然跟着外人跑了，连个头都不回，畜生！打铁当时真是怕少爷和小姐有什么闪失。那两个小王八蛋还活着吗？大少爷下落不明，小姐。 小姐和白朗在一块儿，全他妈是吃里扒外的东西。白朗现在在哪儿呢？说，大爷，我发过誓，不能说。 多保重。站住！有朝一日，你帮助别人调转枪口对准我，
我不成了养虎为患了。 你的那只左手不是也能开枪吗？啊！ 别跟鬼似的跟着我，都给我滚出来！孙爷，刀把子不放心，让我们再送你一程。找白狼吧，既然都挑明了，那就行个方便吧。老刀把子也是想虎妞想的厉害，你让他们父女团聚，说不定。 他还能让你回去呢。白狼，就在这儿呢。啊，在哪儿？哎，在哪儿？天上，云在里边看着你呢。孙子，快他妈说白狼到底藏在哪儿？我爹，成天在杀虎口耀武扬威的。
爷们早他妈看你不顺眼了，你也有今天。哎，想活命就他妈把白朗给我交代出来。他妈的，给我打，打死这小子！孙子，叫你爷爷像爷就放了你。他们那么容易死，这小子皮厚，拉出去，给我埋了。是，别让瞅见啊！呸！我说还真埋。连个家伙事都没有，反正就这样了，没人看见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为什么一定要走呢？留在八路军的队伍里，一样能打鬼子。我们是有队伍的人，还要回到队伍上去。再说了，我们相信钱长官一定还没有死，我们还要去找他。好，等将来在打鬼子的战场上。我们再相见。我去头道沟子逮兔子，套还没下呢，就看见水洼边上躺一人，跟死了似的。我走过去一看，这不孙打铁吗？摸着胸口，还有口气儿，这把他背回来了。这是谁干的？哎，那有谁？你爹呗。哎，把他衣裳给脱了，我给他清理一下伤口。见过他身上的字吗？他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露过膀子。他什么时候到你们家的？38年跑日本的时候，县里到处是各地涌来的难民。鬼子的飞机天天在头顶上扔炸弹，我在镇口碰上了他，他当时倒在死人堆里，我的就剩一口气了。我偷偷把他背回家给他吃的。被我爹发现了，本来要赶他走，发现他手指上有老茧，知道他是使枪的行家，就留下他了。等他伤好以后，就留在我家替我爹看院了。啥来了？他平时不爱说话，我只知道他是从关外来的，当过兵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老铁就是看着凶，其实人心眼挺好的，有啥事儿啊都闷在心里。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头脾气跟我一样，属豹子。怎么样？新伤倒没什么，都是些皮外伤，不过原来的伤已经发炎了，烧也发得很厉害。我这什么药都没有，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危险了，现在必须有药才行。这样，你拿个方子，我来想办法。大爷，这点小事还用得着你啊？我跟戏子去一趟不就完了？
这前两天走还没事儿嘞，你说今天是怎么了？这鬼子哪儿冒出来的？哎呀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找人问问不就完了？啊，大爷，问你个事儿。你说什么？问你个事，大爷，你是沙湖口里边的人吗？嗯，是啊。啊，那个我问问你啊，这个日本人什么时候来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鬼子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今儿他妈一大早就开进来了，还拉了几车伤兵，把咱们镇里的耶稣教堂都给霸占了。说什么改成医院？啊，那个我再问你啊，那个城里有多少日本鬼子？说什么？城里有多少鬼子？好家伙，满城都是，都成了蝗虫了。那老大把子前几天洋人还要去打鬼子呢，可是一转眼鬼子来了，他就像请他妈抓主子似的请回来了。呸，真他妈的偷吃鬼。谢谢你大爷啊。去不去？废话，当然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两天受别人要命了，必须进去活动活动。小西子，啊，你先进去等着我啊，等我回来再来买药。哎，鬼子，鬼子，嗯，这身上一个大疹都没有，这我不进去，我坐这儿等你。啊，你说你跟个娘们似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进去先把菜点上，等兄弟回来你就成菜桌了。鬼子，鬼子，鬼子，你菜什么煮啊？你干什么去啊？要去干这个呀？白爷说了，不让咱们干老本行。那是说的对老百姓，我跟你说，鬼子汉奸那不算。不是，哎，你别叨叨了。鬼子，哎，爹，我这想买卖不容易，你多少给两个吧。老子冲你烟是看得起你，你想不想在这镇上摆摊了？谁家咋的？班长，嫂子，咱们再去打。哦，没几个钱，哦，那还行的。嘿，我钱包呢？哎妈的！你钱怎么就点那么点菜啊？要不说你成不了个大事。回来，来只烧鸡。你摸多少？哎，我也没个数，估计不少。哎呀，我的亲娘嘞！就这么好功夫，你摸了这么多呀？手可够快的。废话，你现在才知道你亏爷的本事啊！我跟你说，就这么点破事，我一个人就解决了。
哎呀，看把你能耐的！咋回事？哎，您要点什么？哦，抓药。您要的这可都是外伤药。医院给我赖师傅。哦，您要是上午来，这药还是都有。可是上午刀爷派给他的人挨家的都吩咐了，现在这可就是军供了，真的掀起日本人呐。怎么了？日本人的钱就是钱，这老子的钱就不是钱了，是不是？他不是我不想挣您这个钱，实在是您要这个药是让日本人和保安队都拿走了，我这实在是没有啊。你他妈爱卖不卖？我他妈抱着锄头我还找不上表门子了，我就不信了。爷，真对不起了，您再到别家看看行吗？我是真想做您这生意，可是这钱挣了我脑袋就没了。大爷，我求您饶了我吧。哎，这娘的，你看这小鬼子也太霸道了，啊！我就给他买点伤药，就跟要了他命似的，我真惊了。孩子，这回啊，得看我的本事了。走，这车行动去。哎，不是，你等等我呀。实在对不起，老总，您要这个药，我们这个小药铺太小，从来就没有卖过。哎，老总，您别动手啊，您有话好好说呀。说什么说？说你老了，耽误了个太君治伤，你有几个脑袋？没有，没有去抓去。我给你半个时辰。你这半个时辰抓不到样，老子就一枪崩了。哎，老总，您千万别生气，我马上吩咐生产人给您赔药去，还不行吗？我可给我给您赔药去。老总，我就这么点存货了，都在这儿了，您拿去吧，都在这儿。看你也挺可怜的，给你点本钱，记住了，这是我给的，不是太君给的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谢谢老总，啊，谢谢老总。报告，啊，太监，太监，里边去，里边去，里边去。掌柜的。你扶起来了啊！太君医院里正缺药呢，把你们家外伤药都拿出来吧。哎呀，这到底有多少太君药药？刚才来了呗，不就都拿走了吗？这今天怎么又来了？什么他妈又来了？不，你们刚才来那位不是和您议事的呀？他把外伤药都给拿走了呀？什么一伙的？长什么模样？中等个，也戴着个眼镜，穿戴就您这个打扮。你刚才进来应该碰着他呀，大姐是来给日本人拿药的呀。太君，有人假冒皇军，都给我打，追吧，追，让开。都给我打，都一次的。太君，进城来买药的八成是八路啊，太君，全城戒严，赶紧收吧。
鬼子解严了，再纳那么多药怎么出去啊？急啥急？我也办办。老总，麻烦您让让。嗯，你过来过来。您说是不是要到你家掏猫粪？把你这粪车呀，还这两大桶粪，我都要了。啊？您要这臭大粪有什么用？你管得着吗？大爷，我留着自个儿浇地，不行啊？哎，够不够？哎，过来过来。多给你一块钱啊，咱把衣服换了。啊。哎，我说细子，你把药放好了没有？别把大粪弄进去啊。我放着好着嘞。我告诉你，我里面放的油纸，外边拿泥巴封着呢，谁都看不见。鬼子啊，一会儿我来，你说话啊。好。站住！阿泽，哎，搜走。滚！正在埋伏地，别砸到地上。哎，好。奎子，这药怎么来的？怎么一股茅房的味道？那戏子买的。戏子，咋回事？我这就按药方子抓的呀，你给我方子就是这东西。你胡说，药是苦的，这是臭的。哎呀，甭管它香臭，只要能治病，那就是好药。茅房里的尿碱知道吧？那就是治病的好药。把陈年老碱刮起来，往碗里那么一泡，灌下去，再重的伤也能从床上蹦起来。去你的，恶心不恶心啊？你还越说越来劲儿了。你终于醒了，伤也退了。哎，你别动，躺下。伤口刚上完药，一动又该裂了。我怎么又回来了？戏子出去逮兔子，撞上你，就把你背回来了。谁打的？我自己弄的。哟，醒了，快点，英子做的羊骨头汤，赶紧喝点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能打我！脑袋被驴踢了你！没事。还是要走啊？梅拉，你是救了我的命，可救的是一条不该救的命。我孙大铁最不喜欢欠人家的情，为了老刀把子一口热饭，我还了他三年，最后搭上这双手，往后的情欠不起了。谁说你欠人情了？你在沙湖口还救过我们呢。现在扯平了，把汤喝了。怎么着，还怕我们下药啊？你没醒的时候给你灌了多少汤？有本事你全吐了。谢了。
你现在怎么变得跟个娘们似的？上次走我不拦你，可如今老刀把子的债该还你也还了，你还去哪儿？走到哪儿算哪儿。走到哪儿，你遇上的人不都跟沙湖口一样，到处都是老刀把子、上官瑞、小鬼子。中国虽然大，可现如今还有给好人容身的地儿吗？好人？别看你平常装的凶巴巴的吧，可你还算个好人。